面，肚子好痛哦！对，又到了我们每月一度的肚子痛的时节了。每一次肚子痛就是一次痛12天，很痛哈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很无谓的，跟大家分享我整个1月份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哦。真的想不出什么新题材，我现在肚子超痛。超炸裂的，好想要休息哦！但是还是要交一点新的东西出去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张表格吧。这张就是我平常要准备做事情的一个日计划，很随便，很敷衍，绝对没有像那些什么很厉害的 YouTuber 手账都写得超厉害。我就跟你说，我不是手账型 YouTuber 了，我明明就不是搞这个的。好多人都希望我可以分享，可我就是很简朴啊，吼，我。今年度的计划是这样，每一个礼拜三固定一定都会上传一个文具的影片。但是摄影大哥跟我建议说，我要不要改成每个礼拜三都开直播的方式，来跟大家聊聊一些文具，顺便跟大家互动。星期五的部分一定会固定上传一部桌游的影片，其他的时候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除了要做影片以外，我还有其他很多的杂事，很多零碎的事情要把它完成，所以常常都会发生这种状况啊。明明这一天就是想要拍只交代内容，可是我却安插了其他的部分去拍了。那下一次呢？明明就想要拍订书机的，结果就把上个礼拜没有拍的纸胶带就把它放上去了。那这个礼拜呢，又想要拍毛笔啦，结果还是没有拍了，去拍其他的东西。我常常就是这样子反复不定的，一直不断的涂涂改改。我人生啊，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想要做的事情永远就会在这个待命区越排越多，越排越多，然后到最后面。想要做的事情都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在拖延的状况下结束了。我的日记到底都写的什么鬼嘛？好多人都好喜欢偷看人家的日记本哦。哦，我也是啊，我也很想要偷看。啊，我从小就是这样子，我的日记本一天到晚都被我妈妈偷看哦，所以说真的还蛮生气的。啊，就给大家看啦，我们从1月份开始好了。一月份的最后一天是12月31号，是终于走到最后一天了。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10万订阅有达成嘛，但是没有每个月都领到薪水啊，真的很生气。可是今年完成了很多之前一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，像是有了自己的摄影棚，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啊。然后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小厂商的赞助哦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，真的。好，接下来就到了1月6号这天呢，我们这天上传的是爆米花笔哦。对，这段时间没有在写日记，就是在忙堆无微博的事情啊。然后最后一天跑去贝登堡买了弹力棒，这个月的额度今天一整天就用完了，然后接下来要存4万块拼贝登堡今年3月份的白金卡，我觉得好困难啊。可是，如果有钱的话，应该要优先偿还这些债主啦。因为我们开这间店，今年是第5年的，我们的签约是5年内要把这些所有欠下来的债务，今年5的6月份就要一口气还完了。没有还完这间店，6月份就要准备关门了。这是我现在压力最大的部分了。所以1月14号了，这个礼拜过去了，盈利还是没有开。1月18号。上传贴纸产生器哦，最近的订阅量整体又开始持续下滑。你会发现啊，我的日记本就是充满了都是悲剧，人生都是悲剧哦。哈哈，1月10号出书了，可恶，还没有去买啊，太可恶了哦。1月19号上传的叠杯派对很累哦，又拿粉丝专业当个版呢，发了一些非常愤怒的文哦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哦，真的真的。愤怒欸，因为米斯亚这个厂商真的要谈成欸，就这样啦。我也很希望可以获得资源呐，谁不希望是有酬劳的啦？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个 VVIP 的星座印章没有拿到，真的太让我愤怒了。今年再也不去了，就是这样，真的很愤怒。然后21号就是决定以后要学7月半，每天都要在 FB 发一个废文哦。哦，摄影大哥一直想要我学会放下，做一些会开心的事情哦，总比痛苦的赚钱还要好。
怒怒。到二月，到一月27号，总算多做了一点点的改变，多浪费了一点纸胶带。每天事情都做不完。这周我店完展，下午生意好差，但是晚上就客满了 ，good。反正，好，给大家看完了，给大家看完。1月28号上传的毛笔开箱，结果居然成功了，把影片浓缩成9分钟，我真棒，不用剪上下集，实在太好了。然后过完年之后啊，想要来调拨一些预算，替自己多多打一下广告，这样一天200块，一个月就6000块了。到底要不要投 FB 广告，让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很瞬间的爬上去？这是让我很困惑、很犹豫，到底要投这个钱哦。我其实一直在犹豫啦，到底投钱给 FB 有没有效果？而且，我真的奇乐玩文具这个频道，纯粹就是当个版啊，就是做我自己的生活日志来放的。我为什么要替我自己的生活打广告，然后替自己的生活曝光？我也不太了解，这对我们店一点帮助都没有啊！我靠的不是文具啊，我又不是开文具店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常常都在做一些很莫名的事。哦，接下来就月经了，累到动也不想动，月经来了，没有很想怀孕，因为命运会被孩子毁了。这个月努力看看吧，但是我真的很抗拒啊，尤其是贷款都不晓得要去哪里生出来的状态啊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到了2月2号了，今天开直播抽奖哦，真的搞死人了，这礼拜每天要更新，粉丝专有点吃不消啦，影片剪不完啦，哦，每天去运动还是有差，体重慢慢降下来，就这样。然后一天就结束了啊，我好累哦。对，今天的还没写，后面的哦，我会先预，如果我发疯的话，我就会开始做了。我之前的日记通常是没什么时间会装饰它，有空的话我才会把它弄得花花草草的。哇，真的很累啊，真的好不想动啊，好没有干劲。